全議員。多謝代理主席。這一節我繼續就修正案729、730、737發言，是支持削減政務司司長一職全年或者半年的薪酬。之前我講到關於林鄭月娥的三大工作失職，頭嗰兩個已經交代清楚，包括扶貧政策，包括人口政策，這一部分會集中處理的是她的政改工作。政改的諮詢為期五個月，這個第一階段諮詢已經完成，整個政改期其實都過了一半，而由林鄭月娥領導的政改三人組呢，表面上看是好像越戰越勇，諮詢期馬不停蹄，四出會見不同的政黨、團體、界別人士，吃晚飯、吃早餐，這些我們沒有吃，還有跟一些內地法律學者交流，又邀請李飛那些來香港，表面上看是好像很打得、很勤力、好像做了事，但是我們經常說做了事不是等於做到事，司長美其名就是聽取各方意見，其實是為這個假諮詢在做數，他的數字呢都搬出來的。在政改諮詢完結那一天，林鄭司長出席一個地區團體的政改諮詢會的時候就說，151日以來，我們政改諮詢專責小組以及相關官員同事一共出席了226場諮詢會，我自己都出席了其中87場。哇，87場都很厲害，151日87場，即是平均一日去兩場多。我和幾位同事有時都需要一日走幾場。這個就是政府近年一貫的處事方法，就是堆砌一些數字，用數量去告訴公眾聽做了事，但是就沒有顧過這個質量和質素。就正如司長說，我們立法會問了多少條問題，開了多少個鐘頭的特別財委會，又或者我們今次這個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是講了多少次發言，我們自己都覺得不是說發了言等於做了事，等於做到事。在這個諮詢的過程之中，其實這麼久以來大家見到這兩年政府的諮詢技巧、伎倆，意見接受，方案照舊，這麼多場座談會，見了這麼多個團體，還有2700份意見書，就是扮有商有量，口講不帶預設立場，廣泛聽取各方的意見，但不斷在這裡排斥異己，猛烈抨擊公民提名，說他是立場性、口號性、理想主義，在法律上難以過關。不過我都要講一句公道說話，就是林鄭月娥今次呢肩負了這個政改三人組的領軍工作，其實都是豬頭骨有些人說他做多了這麼多事，應該加他人工，可以，如果他真的為了一個香港的真普選真的爭取到回來的，我覺得市民真的夾錢給他都還得但是現在場球踢了一半，究竟他值不值這樣的價錢，應不應該出這樣的糧，我們自有評論。上半場的政改諮詢其實呢都是一個期望管理來的，那你說合不合格呢？我想一般市民來說可能都會給他一個合格的分數，一些尤其是沒有關心政治的市民呢，或者都會被這個政改三人組瞞騙到，就以為公民提名是違反基本法，所以呢就不敢全力爭取。進入到下半場，即是現在政改諮詢完了第一階段了，這個政改三人組當然是的壓力會越來越大，他們的空間亦都會越收越窄。特首提名呢就剩下提名委員會一個途徑，餘下的討論呢就只會是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方法和提名程序。其實很多人都不是只是說民主派的議員，就算建制派，就算代主席你們都會覺得不能夠收到最窄
收到罪責呢，就好多建制派的人都出不到閘。但在諮詢過程之中，現在我針對的是林鄭月娥處理的諮詢，究竟司長她是在為香港人去爭取最大的空間呢，還是想去聽完書，聽完內地的官員，還不是最高級的那些，中級的官員，那些法律學者甚或是講了那一套定義就拿回來對著我們的議員，對著一些香港市民去講，沒有、上面說不得的、這個不得、不夠廣泛代表性、不夠界別代表性、違反基本法、那你份工作就很容易做了。即是你拿了聖旨，揸住聖旨就照本宣科，就在香港做所謂的諮詢工作，開頭的時候就扮有商有量，但你有沒有為過香港人去講過說話呢？其實前立法會議員吳凱儀大律師他其實都講過，基本法第45條之下，公民提名的理據比行政長官請求人大釋法的理由更加直接而有力。即是我們當時說基本法有沒有講，沒有講是不是不做得，這個我 不搬回整個論證出來啦。因為理據是在於那個民主程序，提委會的提名程序絕對可以包括公民提名，而有公民提名基礎，提委會就沒有理由否決，而必須確認是絕對是合情合理。那麼這次我不是講袁司長，袁司長我下一次呢都會講減佢人工，有其他的條文。但袁司長就話，如果提委會冇法拒絕提名，其提名權就會變得有等於冇，真係跨，真係太，如果咁講呢，這個就真係非常誇張。最終呢，只不過就係提委會嘅絕對篩選權係神聖不可侵犯，任何建議如果令到提委會嘅篩選權係受削弱嘅呢，都是不能夠接受。那今這一節我不是討論政改諮詢，但有一點我是要講，那如果提委會的權力神聖不可侵犯，不能削弱，那如果你限制提委會只能夠提名三個候選人，那就是限制了提委會的提名的絕對無上權力，那又是削弱了提委會的提名權。那這個你說得那些就得，人說得那些就不得的呢？這個到今時今日呢，我沒有機會問這個司長了，即是他就沒有答過我們。其實在這個政改改革很多場論壇裏面，林鄭月娥呢都是說，即是不單止是有商有量，就是表面上講，而她想告訴大家她是有根有據。曾俊華在網誌那裡說有人做 show， 其實林鄭月娥在政改諮詢都是在做 show， 都是在做戲，扮緊有諮詢，所以為什麼我們說是要削減他的薪酬開支。其實剛才我講過，在個問責制度之下，各位政府高官，你們如果要推行那個重要政策，沒得拗啦，政改一定是最重要政策啦，林鄭月娥接得這個波，你要去推，推不到是你的責任來的，不是投反對，不單止是投反對票嘅議員嘅站，投反對票嘅議員當然有站啦。如果嗰啲選民覺得我哋唔應該投反對票，我哋投咗，咁佢下一次唔好選我哋啦。但係司長，你出得呢份糧，擔當得呢個咁重大嘅任務啊，你唔係講幾句佛偈就算噶咯，即係變成鏡中花、水中月，即係虛幻不實、觸摸不著，即係冇噶啦咁樣。唔係講幾句呢啲説話就可以推搪到你個政治責任，所以在這個階段呢，我們覺得最好呢就是削減林鄭月娥的一半薪酬，即是支持呢梁國雄議員提出那個半額方案這個減佢，看看個 number 先 ,737, 是啦，減佢一半，就令佢知道呢在這個政改諮詢期裏面佢的責任不是說拉倒他就沒有責任的，他是有責任促成的，他不是說只是奉行北京的旨意壓下來香港人，壓到就贏，壓不到就攬你咯，鏡中花水中月，不關事咯，
咁喺呢度咧，我都好希望，即係人工呢個其實好其次，即係好低層次。即係林鄭司長冇咗一年人工、半年人工，我覺得佢嘅生活都唔會受到好大嘅影響。啊，不過唔應該埋沒良心、盲目推動假諮詢、偽政改，置香港人於萬劍不復之地。啊，我送翻俾司長就萬般帶不走，唯有葉隨身。希望為咧香港人嘅未來嘅幸福，即係曾司長又話，即係冇咗政改，香港冇咗呢個普選，冇咗呢個政制改革，原地踏步，咁就香港係好難管治。我諗兩位司長都係明白呢個道理。啊，我哋從減人工裏面去，只係想帶出呢件事嘅重要性啫。咁綜合我剛才講嘅三大原因啦，包括扶貧，包括人口，包括政改呢，我都覺得林鄭司長係唔稱職，所以希望大家支持我呢，係呢幾個修正案 729、730同731。好，餘下時間呢，我會開始講一個新嘅總目，總目143，公務員事務局。咁喺公務員事務局呢一組嘅修正案裏面呢，總共有係763修正編號至771，1、2、3、4、5、6、7、8、9，係有9條修正案的。由最辣嗰條呢，係減曬成個公務員事務局21名首長級公務員嘅薪酬津貼同埋員工有關嘅開支嘅全年預算。當中呢，當然有啲另外散碎嘅，係包括削減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全年或者半年的開支，亦都有呢是削減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的開支，薪金的開支。至於最輕微的小情大戒呢，就是由黃光文議員提出第771項，是削減只是200,000而已，就是削減相當於公務員事務局於公務酬作的全年預算開支。那大家可以因應我一陣間的發言去判斷呢，究竟呢九條修正案裏面大家會支持邊條，咁我就會合併處理，我唔會逐條逐條修正案呢去詳細講啦。首先我哋覺得我支持呢一啲修正案嘅原因，就係公務員事務局喺公務員嘅招聘上面呢係出現好大嘅問題。佢有責任呢係令到政府呢是用人為財，同埋呢是有足夠的人手可以運用。截至去年的3月31號呢，現在公務員呢就約有162,000人，不過這個數字我都不是最新了。公務員退休潮將至，而政府部門呢，我們發覺個招聘呢是毫無效率。那當然要看回審計署的審計報告啦，就批評公務員公開招聘的時間過長，部分招聘需時超過8個月才發出聘書。報告又指，其中懲教署有10次的小規模招聘，需時最長那次是714日，2年以上。而公務員事務局亦都沒有既定的機制去監察這個招聘時間，認為呢過程是冗長而不利政府呢是競逐人才，而且會導致招聘成本增加。審計署呢就建議決策局和部門呢必須制定招聘工作時間表，並且呢是密切監察公開招聘的進度。審計署呢審查了公務員事務局啦、懲教署啦、教育局啦、食環署啦和康文署，在2010-11 年度至2012-13年度進行的50次公開招聘。最誇張的那次呢，我記得我在削減懲教署開支都討論過了，就是用了714日招聘一名工藝師，是負責建築和保養的，其中一半時間是用以審核和初步甄選應徵者，又用了628日招聘一名印刷的工藝導師。報告指出呢，政府部門內部聘任亦都出現了問題。截至去年底，最多空缺的部門是食環署、康文署和教育署，涉及大量一級工人和二級工人等基本職系。三個部門過去兩年共進行9次
的內部招聘，康文署2011年內部招聘一級工人。